来一把牛头人。你想补刀？你补个屁！我不顶死你必须跟斩。我给他顶好远啊！我一个顶给他顶飞了，感觉。你补个屁刀！不让补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我顶。我敲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我再顶。阿宇，我敲。阿宇，我顶。阿宇，短儿 Q 闪套点烟，别吃我车啊！这中路怎么回事？你必须跟斩。Q 一下，还好我相位猛冲。俺很生气。这也没啥图的，我整个药水吧。这把出个什么呢？让我想一想啊。暗夜收割者，这波讷鱼应该优势了吧？还好吧，还好，他帮我清兵属于正常现象啊。我顶，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这牛头啊，就是捡息地太少了，捡息地要是高一点，短儿。我顶。我顶，我们就一直顶就行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他反正满怒，俺们就顶。我顶，我哭，短平 A， 你必须平 A 顶。挑不出来，哎，哎，俺知道该怎么做。要是能敲出来就好了，没敲出来呀、啊。希望讷鱼不要出魔抗，讷鱼。讷鱼一旦出魔抗，我们就不好办了。将他们冲散。
该怎么做。咚，顶，哎，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顶，敲，咚，哎，顶。将他们冲散。敲，给大。哎呦我操，好痛啊。哎呀，我发现这牛头打着鳄鱼好难打呀，不太好打。知道该怎么做。关键这玩意儿还是太幼了。还是太幼了呀，我们就慢慢顶，不着急，等六秒再顶啊！刀我也不要了，今天我就顶你。哎，我就顶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这波给你们看一个花的。来，你必须跟斩。顶，哎，抠，哎呦，这都没死，玩个六啊！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出右吧，不可能出右，我上单流头拒绝出右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算了，不跟他耗了啊，不跟他耗了，让他难受一会儿。你必须跟斩。死了，啊，没事儿。那逼人的感觉，真就令人生气，真令人生气。将他们冲散！我顶你！我们不上了，哎，我们就慢慢顶他，让他难受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空线儿，那鱼是不是去中了，还是干啥吃屎去了？你必须跟斩啊！吃屎去了，顶，不打了，顶完我就跑。我现在连 Q 我都不放，他敢上来我就 Q 他。哎，哎，啊，慢慢来，我叫不着急。哎，生气，补刀很严重。将他们冲散。手快 Q 加 A， 那我还走不了？那我让他留住了吗 ？Q 加 A， 哎哎，我让他生气。你爱玩不玩？你不杀我拉倒，我无所谓。你反正你优势扩大不了，拉倒。我也不会打了。俺
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哎，哎，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哎，我的伤害不高，侮辱性很强。没蓝了，这小子有传送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吃塔皮啊，吃塔皮，还跟我俩吃上塔皮了。哎，拜拜，回家了。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感觉快越了，你让他越个看看，我看他敢不敢越。还越我，这他那个怂样吧，他还敢越。出门再跟他磕一波。跟斩。西地庄顶他，那肯定得西地庄。这波他吃了一层塔皮啊，我们可以接受。队友已经慢慢的打回来了，不着急啊。整个女神泪那不用，但是蓝够用，蓝倒不是不够用，主要就是什么呢？吸地有点低了。他来我面前吃塔皮，马上没了。哎，哎，啊，哎，将他们冲散。哎，哎，来人了。哎，蓝枪快跑，蓝枪。为什么你每一回来他们家螳螂都在这儿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后果很严重。我吃口屎。真的，你每一回来他们家螳螂都在这儿。这人有点意思啊。必须跟斩。哎呦，呦呦呦呦呦。这都快走了啊，这得溜了溜了，这可不行，扫描一下。哎哎，杀我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战士的最高境界，就是不拿盾牌也能够开盾墙，没什么可以怕。哎，哎，这不行了啊，这得给他顶走了，要不然把我杀了。那得顶走他了。这拉斯来了，那我们回家吧。把这多兰戒卖了，咱来一个黑暗收割者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，让我来扛一扛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还要美甲的血魂卷呢。
你别瞅这把俺们家劣势，一会儿这鳄鱼我见他玩不了。就你还拆中塔？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看看螳螂在哪里。打你一刀，哎，顶一下就跑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来了，走呗。这能打吗？能打呀！我来了，来。跟斩！哎！致命点燃！哎！别！救救一下！救一下！队友呢？来个吸地海。一换一还行吧。打了一个永恩的闪现，下件装备俺们出巫妖啊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下路收波兵。不知不觉我们跟这鳄鱼已经差了三级了。这牛头补兵是真难补，将他们冲散。果然牛头是打不过鳄鱼的、果然牛是打不赢鳄鱼的。去跟斩！他170刀，我没办法补刀啊！本来我补兵就费劲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我还不能上去补，我上去补他就晕我呀！我就只能耗他血，我就只能以耗血为主，补兵为辅。我们不能以补兵为主，耗血为辅。这牛头没法补兵。你说你一个 AP 的一个英雄，你上去没技能跟人打肯定不行。俺很生气，后果俺们一共就俩技能，这第三个技能都不叫伤害，都不叫技能，这第三个技能。不上了呗，要杀的鳄鱼。要不我从塔后边给他们顶一个出来，你们觉得呢？顶谁呢？卡萨掉线了还不顶啊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原来对面掉线一个呀！鳄鱼是吧？哎呀！啊，我们家也少个人，我说的嘛。下一件装备咱来个啥呢？巫妖，整个巫妖。
或者这把整个杀漏也行，先来个巫妖吧，先来个跑得快的。不行，真不能死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不能死了啊，不能再死了。我们没有大招以后就不打了啊，就不打了。鳄鱼来就给他顶飞，只要鳄鱼进场就给他顶飞，永远不让他进来。他想进来，我们就给他顶出去。小龙，小龙，刷了。你必须跟斩。来。哎。哎，给你拜年了。将他们冲散。哎哎，螳螂。不打了。没什么可以打击的。给我追。哎，鳄鱼没用，这有什么用？苟延残喘而已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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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兄弟们，我不行了啊！赏金在恶意卡 bug， 快举报！什么 bug？什么 bug？ 俺很生气。好厉害的 bug！ 后果很严重。将他们冲散。卡大招分散 bug 有什么用？你必须跟螳螂是吧？啊，螳螂，来，今天不把螳螂杀了，肯定是不行，兄弟们。来，就你叫泽拉斯啊？哎，我就纳了个闷了，你说怎么回事呢？就。你说怎么回事呢？就给你就狂成这个样子，你给我死！我跑得快不快？我上了二连，你今天必死！短短打不过，别！哎，我打死他，漂亮！摁个狂风之力，摁个大招呗，那还不让人摁啊？狂风之力摁大招还不让人摁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那不跟那个晚豪差不多吗？狂风翼吗？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这个不是 bug， 是机制。哎呀，现在那 bug 可太多了，全是 bug。我顶！啊！给我点烟了。现在那 bug 可太多了，那 bug 都数不过来，一天一个 bug， 不带重样的。就到现在那武器大师跟徐家的摸眼还那啥呢，那武器大师跟那个徐家的摸眼还显示呢，啥 bug？
全是 bug。耶，我看看这闪击。我看看这，我头一眼回放啊，我没看见。